啊，那么我们觉悟了，实在讲，就是在这一部经典上觉悟的。这一部经典不可思议，三根普被，立顿全收。真正听懂一句两句都不得了。啊，那么本来是佛，现在念佛了，所以你当下是佛。这经上我们在前后面讲的，啊，上一次读过的。啊，我们念佛的时候，啊，这个时候就与佛智慧善根相同。啊，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当下即佛。啊，你念佛的时候，当下你的善根智慧跟佛就相同。啊，善根智慧福德就跟佛相同。啊，直截了当，方便就近了。没有比这个更方便。究竟就是彻底的意思，圆满的意思。啊，所以奇特殊胜，不可思议。用这两句话来总赞。